我现在拿着它怎么会懂？没错。地表最强降头。地表最强降头。使用方式很简单，你讨厌谁，对着它打开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你有看过蝙蝠侠黑暗骑士吗？有。那个办案知道吧？啊、知道。It doesn't matter who we are. What matters is open. You should respect my authority. 我现在有点怕，你知道吗？自用两箱鱼，今天是在我们家中庭这边。对，我们家中庭真的很大。我先跟你确定一下，你们家是自由的哈，我们广州哈，大年频道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照理说，长进应该是他，然后你是主持人，那我应该好像不能带才对。你先帮我祷告。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但不至于被黑暗摧毁，因为你的主，你的杖，赦免我，赦免你免于罪。阿门。随便念的啦。喂，小贤，你到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出去带你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小北百货要买刀叉。对，欸，这个蛮漂亮的，上面有金色叉子、刀叉、免洗餐具、盘子。要不要喝酒麻痹一下？拜拜。我怎么调都快这个麻痹一下啊。各位，我在摄取咖啡因，情绪比较舒缓一点。地表最强降头术，连我都无法抵抗它，连阿弥陀佛下凡都直接投降。是不是男人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怕成功，名留青史。我是男人，我绝对。你这样抱着他讲，我等一下来挑战，面无表情吃鲱鱼罐头。我记得南拳妈妈有一首歌叫《笑着流泪》。小贤，你有感觉到很强的灵动吗？这边是算野餐了，有吧？上去拿一下火兔袋啊，各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车诺比核辐射事故现场，要来看这个地表最强生化武器。那你可以表演叶子叶子花。叶子叶子干。可以。这个叫鬼王陶湾苏威，泰国门神，这样讲最快。三太子机身嘛 ，OK， 那天童刚好。让你好睡好醒，对不对？仪式感的，仪式感的哟。三五度，没有差一样。媒介大师兄，鲱鱼罐头。没有，你要不要跟我信教？伊斯兰教？哎呀呀！你不信，我要打开喽。好，对不起。啊，你阿兄嘛对不？师傅，给你收收的啦。有一位勇者说要面无表情，那那个水桶在这边，给你开吧。哎，我们需要一个开罐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师兄。对，开罐手也是我吗？真的要真的？你会开罐头吧？我会开。哎，水桶在这里。干嘛？要泡在水里面？那是要泡在水里面开吗？哦，靠门！我操！它有一个很像垃圾腐坏掉的味道哎。屁呀！你们知道面无表情吗？哎，要泡在水里吧？我在装壳。哦。其实闻得到嘞。哇！我没有表情了，我现在很震惊。对对，没有表情。嘿，镜头在捕捉哦。师兄这是准备很多配料，你闻看这是什么味道？这个是腥味。汁是金水，那汁很重要。哦。拆肥料好了，那边花好像快死了，看会不会活起来。你这跟下蛊有什么两样？我的目标抓到了。好。哇、wow、哦！来看我的表情很像。嗯，来，可以。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小贤，小贤，小贤。大家都只想看我的表情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的手不要离我太近。哎、欸，你这样会变迷音哎。我跟你讲，你会宁愿闻我的手，也不要闻这个。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快一点呐、啊！蜥蜴，蜥蜴。哦。不要让他的头抬起来，头发沾到了，他闻了三下，真的会催吐。
不知道。教头，我们大家感情那么好，对不对？他平常他要当坦克出生入死，上山下海，每次摔倒都有他的份，没关系，我心态。加肉都用这个，啊，其他的我们用这支干净的，那个比啊，第一口，来 Kenny 特写姐，来，来给各位看一下啊，这个是这个饼干，招了那么多苍蝇啊，都超大只的，对啊，太臭了，搞得好像在做邪教仪式了。我们其实跟做邪教仪式没什么两样啊，要加泡菜吗，师兄？要，这动作就臭豆腐安尼啊，哦，动作就臭豆腐，系啊，我要帮小强准备一下。稍微蹲下来一下，味道是真的还蛮重的。各位来哦，看一下我们的勇者一号，哎呦，勇者二号穿太子机身，等一下可能会下来哦，嗯，下来办事。邪极歪。我们现在就是来老样子啊，美食节目。老话一句啊，你们不敢吃，我们吃。好了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。哇哇！小贤快点，你不要在那边。他死的很恶心。小贤你快点。受不了的可以可以处理一下。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男儿有泪不轻弹。先让我冷静一下，不要跟我讲话。嗯。你要夹着吧，还是你要用这个吃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咬进去。哎、欸，来看镜头，看镜头，你还是有一股腥味，对不对？那表情好变态，那吃的表情好变态哦。冷静一下，要还钱了，快点！我帮他念咒，帮他念咒。哎、欸，要还钱，要还钱，快点！三太子，你有吃过鲱鱼罐头不？你们家请三太子吃鲱鱼罐头了，会臭。我不敢吃菜。刚有菜吗？泡菜而已啊。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哎、欸，赶快赶快，全部大口一点，全部吞下去。探险比较可怕，还是鲱鱼罐头比较可怕？鲱鱼罐头。拜一下，拜一下，拜一下。敬天地鬼神啊！嗯。一起破三清，三清化太极。滚！预备一下，预备一下。哎、欸！呀！哈哈半失败啊，半失败。你先帮我拿。